大家听，老师好，听得很过瘾。我觉得这首歌你拿捏得非常好，那个感觉嘟嘟后，那个轻重的拿捏，然后这个有一些我们上次讲的什么 power 啊，有一些什么比较需要那个推出来的地方，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版本的这个演出，我是很喜欢的，我给你不错的分数。大家听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应该是我听过你唱很多歌里面最好的一首歌了。你这首歌从前面到后面的整个情绪，对吧？你这自己的放开的感觉，然后其实很放的感觉跟很轻松的感觉，那又是不另外一回事。轻松，但是不是叫你不认真？轻松是有些是啊，你要轻松点唱，他就带过就算了。但轻松里面的认真呢，这个很重要。哎，整首歌的情绪，我觉得到后面的那个感觉，你都有把握住。不过呢，有一点点我必须要建议你的就是。因为你们来比赛的时候都会有彩排嘛，对不对？彩排的时候你要听听乐队老师他的音乐、他的拍子、他的点、他的轻重，去唱到贴近乐队老师所有的音乐的感觉，我觉得那才是最完美的。因为人生在一个乐队里面，它只是乐器的一种，你不能脱离那个乐队老师所有的每个音乐、每个乐器。一脱离之后，就你就是你乐队老师是乐队老师，那就不是一首完整的歌。这是你接下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。